跟你们一样啊，放在四楼对吧？跟你们一样。你当然，你就是在一楼那里外面。对啊，那跟你们有院子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家去过啊，反正就我们家就是有庭院，有车库啊。那你有问题吗？是吧？那这像家大概就这样。你刚接到说是我最瘦的时候，其实他是生的，是生的有点那个。没长像米格鲁，有点像米格鲁，有点像吗？不是，喂，你爸不是也喜欢高吗？你知道那一只有一只死掉吧？我知道，一开始是4只嘛。那个的点的位置跟你们就是一模一样。啊，为什么会死掉？